嗨，各位电好朋友，大家周六愉快。我们今天呢，陪同老妈到伊甸园来这边哈，因为今天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帮柚子套袋。那我们这边的文旦柚哈，现在上个礼拜了哈，我们帮他修剪了一些杂枝，所以现在环境整个环境看起来比较空旷一点。然后上个礼拜也把一些丑的果实，像这种哦，这个歪哥起出这种哦，也都可以把它拿掉，这都不要了。好，那今天除了要套袋之外，把这种比较漂亮的庞阿丁套袋之外，柚子套袋之外，我们今天也要吊这个庞阿丁啊。庞阿丁，我们今天买的这个庞阿丁呢，是专门抓公的，公的果蝇，所以专门抓公的果蝇，我们可以把它吊在园区里面没关系。那有另外一种那个诱捕的是公母都抓的那一种哦，尽量就是把它可以离开我们果园稍微一段距离会比较好，才不会吸引那个母的果蝇过来哦。那我们今天买的这个是我看一下，这个是在兴隆哦，在兴隆农药那边买的。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把里面有一罐那药剂哦，我们把它旋开之后装在上面的那个接头上面。那这边上面这边有很多孔有公的那个果蝇，它就从这边钻进去就爬不出来了。你看现在里面有已经有一只在里面了，有看到吗？因为那个虽然药剂还没打开，可是它已经有味道了，所以我们刚拿出来的时候，怎么很快的就一只果蝇跑进去了。所以等一下呢，我们要做这两个动作就要帮我们的柚子比较漂亮的柚子套袋，那顺便再吊个两个那个庞阿丁吊两个庞阿丁，让那个公的果蝇都可以跑到里面去。那跑里面去之后，母的果蝇跑过来，它就基本上没有交配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有效的产卵那这样做一个预防啊。那今天的动作就是只做这个吸引公的这个诱捕笼而已啦。那再过几天呢，我们会再去处理公母都抓的那一种诱捕那公母都抓的那个诱捕器可能就要放离我们果园稍微有一段距离比较 OK。 那我们现在就来装这个果蝇的那个笼，那个捕蝇器啦把那个药剂装上去。好，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诱捕器打开，里面已经有一只公的你看已经跑进去了，尽量公的，然后等下，没有这样先开开，再开开，再倒一只，这个挂直接了，直接个蛋内底了，卖蛋外口，因为挂管定冇味道啦，也有味道所以把它丢在里面就好了。哇，飞出去了，不飞出去，把那个盖子直接丢在里面就可以了。捏的。你管定有那个膜啊，这个膜啊，这膜爱提掉啊，直接旋转的话，旋转开了，好，直接旋转接管了，你就开呗，开啊好，直接旋转，然后把这个盖子，因为这盖子上面也有药剂不要浪费，丢进去就好了。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把它装上旋，一样把它旋进去就好了。旋进去等一下我们一个小时之后一个小时之后再来看看到底它可以抓几只，看有没有办法抓很多了，也没有办法算几只了，就看那都没离呗，爱离对 OK 好，这样旋进去旋进去之后再把它放进来，再把它装进来，好，装进来。那我们一个小时之后来看成果哈，进几点？进九点半，咱十点半来看拢总内底有几只。现在里面只有一只，好，那我们拿过去钓。来，妈你摕来，还要钓对？要钓对。钓会亮。我们把捕蝇灯了哈，不是捕蝇灯了，捕蝇器了哈，拿过去这边钓一个啊，妈钓下去了。好，因为这边的那个柚子已经很大了，很多果蝇都开始出现了。
凉凉的所在，安尼，无啦，遮啦，遮啦，遮，这支啦。这支新设计。啊，买啦。买啦，这钓嘞，卖出嘞，等等，还是钓，钓迄支好啦，迄支较粗，迄支啦。好。嘿，迄支啦，嘿啦。嘿啊，钓看卖啊，咱等下十，十点半再来看。哎，你吧。这袂使，走去冲。啊，无吃吃吃，好啊，无钓钓吃。走去冲迄落啦，冲冲冲。好，那就先把它钓在这里。还佮另外一个，你拢要钓吃啊？啊，你内底嘞？内底落里遐。啊，无即拍摕来落里。吓，啊无即拍摕来落里遐看麦。哦，这张牛奶我咧搁开花咯。搁咧开花啊，吓啊。每年都要吃这张尔，啊，内底迄张已经个矮化，每年内底迄张应该袂生，每年内底迄张可能后年、后年、后年才会长。好，那另外一个我们拿进去里面钓，啊，无甲钓只好啊，钓诶钓这张迄个碧起啦。好，好啊，无你看钓地较方便。钓地，咱要看较有看。较看会到安尼哦，啊，你问我爱钓伫迄个树仔黄哦。凉凉的所在。好啊好啊，啊无钓遐好啦，钓遐好啦。钓在遐较有冷的所在。较有硬的所在。对，你吹较硬的所在无钓。较硬的所在较袂。钓较过来啦，因为咱，也是遮遮啦，这位啦。啊，无摕来钓钓山山较好啊啦。好啦，无钓遮就好啊啦。好，来钓遐就好啊。OK， 那我们半一个小时之后再来看成果喽。好，我们先这样子了，拜拜。嗨，我们经过了一小时，那我们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发现哦，外面这边很多果蝇，哦，果蝇在外面。他感觉是不得其门而入啦，那其实他的入口是在上面有很多孔，然后钻下去之后他跑不出来，但是里面还是有啦哈。目前里面一二，目前里面有两只，哦，有两只，不知道是因为果蝇大量果蝇还没出现呢，还是说他还找不到。可以进去的一个孔哦，刚刚外面是有很多果蝇哦，在外面，在那边一直在外面一直跑，不知道从这里进去哦。好，没关系，我们持续观察哈、哦，明天呢我们会再来看一下哦。所以这个还是可以，里面哈、哦，里面哦，你看里面在那个药瓶的上面有一只，有没有看到？那在底下也有哦，底下这边有一只。哦，所以目前里面是只有两只，那外面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就已经飞走了。它的孔设计在上面，会不会是没有办法让它找到位，还是说现在日正当中啊，所以果蝇还没有大量出现？没关系，我们之后会再来观察。好，那我们今天呢，帮这些果树那个安置这个。捕蝇的了哈，这个叫做 LY 风螃蟹钉了哈 ，LY 螃蟹钉哦，瓜果蝇诱捕器了哈。那这个是我们在兴隆买的。OK，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我们下回再见，拜拜。